所以咱进而享用这些食材来做传统萨兰托类似。300克都蓝面粉，然后加上番茄酱。我正在用的是这款，里面有一些蔬菜，但普通酱汁也可以。70、80克番茄过豆浆，然后用称量到总共580克。所以我们需要把面粉做成80%的含水。量及注，锅肉几乎全是水，加酵母后只需几个酵母就可以了。干酵母，如果你有新鲜酵母，那么需要3到4克第一次揉面后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我打算做一些变化，最后会加点小番茄。因为我想让果皮卷起来，我会把它们碾碎。因为普利亚雷斯有辣椒，用马戏团做的洋芋片，把它们切成细丝，让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。然后和我的第一个面团一样，粗面粉的水合作用是完美的，因为它不太粘。所以现在你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工作，它导致面筋网的形成。所以让我们卷起袖子并工作一会儿，但再继续。这里之前，我想打开世界上最热的薯片，把它磨得很细，然后放进去。所以我会向你展示我在里面发现的东西。在这里，让我们移动相机。我们有贴纸，这通常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东西。贴纸是用来证明我吃过的，但我不会直接吃，我要用它作为配乐。这是在包装中受到良好保护的薯片。然后我们有一个枕头和说明，它基本上是说，如果你能处理这个晶圆并吃掉它，然后它给出建议说，吃这个晶片会给你一个难忘的体验，你将能够为此感到自豪等等。然后我为什么选择购买这个晶圆？因为我一直都是薯片成瘾者，无论如何含有辣椒。你看，这是他附带的手套。我将用一个我会做的砧板，相反，上面我会直接以前煎薯片，然后我会做翻连通面团的其余部分超辣。薯片希望我不必厚。会让我们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。与此同时，让我们学点它。我要再卖一只手套，MH。开始吧，小伙伴们。对于这个挑战，我相对感兴趣，因为我是一个拉维爱好者，想尝试一下，所以把它作为陪了。
你知道撒论地拟花边实际上是一种面包，但是它的特点是有一点点的肉，所以我需要放一些洋葱。我已经准备好炖菜和番茄，如果有黑橄榄的话。我现在没有，看看在视频的过程中会不会出去买，或者因为我们差不多到午饭时间了，所以我必须中断去吃午饭。我们开始。这个小伙伴将如何应对？不知道对他来说会是什么效果。我一定要尝一尝一小块，因为我不破坏面团之前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小伙伴，我们看看这个。感觉像什么？它带有一种苦涩的韵味，它又辣又呛劲。即使对于我这种每天、每个周末都买魔鬼披萨的人来说，也不可能全部吃掉。超级塞曼，这真的是极限。所以我认为，对于我旁边的这个面团，这么少量就足够了。让我们直接开始工作，以便吸收其内容。小量，绰绰有余。相信我，它非常强劲，足够了。然后，当你让面团静止时，它也变得更容易处理。好像它已经吸收了它的东西，完成了它的任务。这个面团不久前还很粘手，现在10分钟后，它已经压实，变得非常容易操作。所以，让我们利用它，戴上手套。我们把它弄得很薄，我们多次进行相同的折叠，因为我们想要加强面筋网络。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樱桃、番茄和洋葱，它们会带来体积、质量和均匀的水分，所以在某个时候它会变得有点不那么容易操作，但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就去那点小番茄和洋葱。这就是我们的洋葱，炖着过后，我们去掉多余的水分，因为我们用不到，所以会去洗掉的。我放了一些，我可能放多了一点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我会再做其他的午餐，所以放一些洋葱，我会切洋葱，也包括白色的那种。我刚好有红色的，但我知道白色的也可以用，完美。不要放太多，因为它会全部粘在同一个地方，但还是要放。看，这是第一轮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次。排木布拉托啊，是这样。再来一个洋葱，让我们撒点。这些洋葱我只放了盐调味，大量。因为我没有把它们放在面团里，含有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这样做。反正小木已经加到面粉里，所以小木需要湿气。
但肯定没有那么多雁。我们放了辣椒，我们放了洋葱，现在我要拿一些英超番茄。我存了一些樱桃番茄做佛卡夏面包，但我觉得我会有生菜，所以我只放了几个，就这样。我们让它好好的摊开，让这个产品看起来很朴实。你看，它的体积开始增大了，感觉也变软了。我们必须小心一点，因为现在面团容易破裂，因为我们加了材料。我们再放一些辣椒碎片，因为最后我必须自己吃掉它，所以我知道我会喜欢它。我必须说它很辣，呵呵。对于发明它的人表示恭喜，这真是个好发明。但是朋友们，不要一次吃完，因为它很硬。作为一个爱吃辣的人，我可以确认这一点。让我们稍等一下，看面团会不会自行稳定下来。好，我们花点时间封起来，就像这样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，再工作一下那个进度慢的部分。我更喜欢手工制作，从一开始就打碎它们，而不是在后来再这么做，因为那样面团会变得更硬。这已经有点坏了，因为还没有形成面筋网。让我们立刻加入辣椒，然后开始工作。大家，我们来开始吧。我们来去一点所有的东西。我有一些薯片的东西。我们要来处理它。理想的情况下，你应该做这种折叠大约是到15次。然后在休息的时间里插入它们。我总是建议相同一个方向着，所以现在这个方向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们总是弯曲的是哪一边。所以你要把它反过来，你看，然后你就这样做。这是基于面团水和程度的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，因为水和程都决定了面团本身的客观理性。它越是加工技术，就越需要一双眼睛，至少使用你的手。所以你这样做，就是这样，而不是把它颠倒过来。但是最后的目标是创造不同的层，你寻找到康寿饼重叠的层，然后撞见到康寿饼。同时，我们还分散了所有成分。又来了。谢谢。这里需要供的，没问题。如果你有靠的话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好产品。你还会和朋友们玩得开心，因为 Salento 类似确实是一种美味佳肴。有保证。而且他们还把它做成没有辣椒味，他们也做了那个版本。但是我从小就认识辣椒，我必须说两者根本不能比。看着已经感觉臭了许多，所以差不多了。我试着把它移进镜头让你们看清楚。我放大的很棒。我们是2倍，所以就在这儿。让我们休息一下，
我已经放好所有东西，只差圣女过了。还有洋葱，我们这洋葱少一点，永远不够。我小时候不喜欢洋葱，就像我不喜欢大蒜一样，然后我特别喜欢大蒜。它的特性，大蒜拥有无数特性，它的好处说也说不完，然后味道也很好，这让我喜欢上它。但我知道要17、28岁才能欣赏它。因为我的味觉之前一直说不。我们来了，开始抽一些了。我们让他休息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，他如何进行，他看起来更臭。所以我们这样工作，我们做五六七，我们能做的，我们想做的，然后我们让他们受成。我们会在这个过程结束，是再次见到你，行吗？关于准备不同面包的小挂号，使用这种在意大利很常见的黑面包粉，在超市里，你可以准备一种类似 Sorpresa 的威尼斯大蒜面包，我成了2月14工作的 Sorpresa， 5磅或6磅大蒜，准备工作与黑麦面包的相同，这样让你我们已经看过了。所以我跳过了整个肉面阶段，来向你展示 Salento 类似的另一种最终结果。